检查温霾的手段有几种方法，最常用的是上消化道造影，可以通过消化道造影来看看病变是否出现恶变或者是出现肿瘤等问题。消化道造影是诊断贲门癌的标准之一，它的诊断率在95%以上。如果患者有条件，可以做胃镜检查，胃镜是诊断贲门癌的黄金标准。胃镜发现肿瘤，并取活检进行病理学检查，患者可以在显微镜下看到癌细胞，以及通过免疫组织化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进行肿瘤的更细的一些分类，还可以做一些靶向药物的一些指导、一些治疗。所以，这个胃镜检查是这个诊断贲门癌的黄金标准。然后其他的一些检查，包括 CT、B 超，还有这个影像学的 PET CT，也可以对贲门癌进行一定的诊断以及发现。这样的话，患者具体做什么检查，还需要专业的大夫进行一定的评估。患者还可以进行抽血化验，来看看肿瘤标志物，还有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来判断。